我们今天要抽这个螳螂白鹿啊，螳螂白鹿比较想要抽到白鹿了。螳螂 Go Go！ 哎，讲错了，讲错了，不是螳螂，不是螳螂 Go 啊，是白鹿 Go！ 讲错了，讲错了。可是我还是比较想要白鹿。石头没有，要发数了吧？还没。没有。三十抽。刚刚一次抽到我要的了，没有，我还四十抽，我、哦、靠，叫他10.5%哎，啊，狼的哀嚎，究竟是狼的哀嚎呢，还是我的哀嚎？不要乱立 flag。弗雷格，我前天才在看《福利点》23集，哦，好好看哦，中了啦！干，现在没有，这样是我的哀嚎了吧？第50抽，靠呗嘞，15.5了。奇怪，第50抽，哎，不会来的吧？大小，等一下，这什么事？这什么意思？不玩了，红豆啊，这样子good吗？第二只 ，fuck， 白鹿。我乃梦境之主，我是白鹿。谁抓令？嗯，好啦，至少抽到我要，算了，60抽。他是加了很多那个之前的免费抽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没事，大家不要紧张 ，Don't worry。Don't afraid 哦 ，Don't worry， 还好是白鹿啊、哦，还好是白鹿哦，还好不是别的，反正白鹿包紧紧啊，嗯，它这个还是算漂亮啊，好啦，就这样，但是60抽解决，好的。